各位观众晚安，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夜有话要说，我是施振熙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香港当红女子团体组合 Twins， 欢迎到湾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知道这次呢是你们到湾区来，最主要是因为你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巡演的一个计划，包括你们最新的一个专辑叫《The Party》。那么最近呢，你们两位不管在音乐上面或者在电影上面都有很好的成绩，要恭喜你们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听到你们团体的各式各样的传言也很多，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，跟所有喜爱你们的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先进段广告，马上回来。